哇，好散哦！哎，哇，这个点不好送哎、欸。我今天市区的，在往外面跑。我也是先冲市区。好，我负责发钱就好。然后大家，老大火卡住了，翻了翻了，需要帮忙，知道吗？谁翻，我下次运他的货就翻一次。那就故意把人撞翻。嘿嘿嘿，杰克你在哪里啊？错。我在影院这边。杰克你在哪里？你在影院旁边啊？你要去撞车啊？我可以放地雷吗？爆了，这样爆不关我的事哦。你要闪好地雷啊！你、欸、不可以这样随便乱放啊！第二次断考有拿第二次断考没错，嗯，下周是会考，嗯，哇，大家最近都在考试啊，好辛苦哦、喔。考统测刚结束啊，接下来就是会考啊。嗯，对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做梦会不会还会梦到以前学生时代的东西？会啊，偶尔有时候久会梦到一下。我是会梦到高中的同学在国中的教室里面。我是一直梦到说。又考试又考不及格，完了回家要被骂了，然后醒来哦，对吼，没事，已经离学生时代很久了，对，對没事，还是剪片吧。突然觉得很感伤，有没有？眼泪都流滑下来。底下、啊？那下面吗？在底下，在底下。拉古，拉古，拉古。看到了那眼。哎、欸，你在车子在底下，在底下，底下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哎呦，这台车怎么开的、啊？一边生日一边考试，不错哈、啊。可以哦。哎、欸，哎呦，谁、欸？哇，刚刚是不是有按错？我刚刚有按错一下，我不知道你会这么蠢猜到。你要讲，我正要讲的时候，杰克已经过来了。你知道我现在还在底下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走上去，这蓄意耶。没有啦，你要叫你的那个啊，炮军。我没炮军，我做那个德克，不是德克斯特，德克实验室在哪里？我去帮你。哦，看到不缺学分，完全不看书，还是要看一下啦。都已经报了那个学分了。好像 AC 开着德克斯特去找你了，以后就叫德克斯特了。嗯、阿克呀，德克斯特，阿克呀，德克斯特，老大点可以帮忙取消一下吗？我看不到。等一下，我要去救人呐、啊！哦，好好。哦 ，AC， 哎、欸，哦，好 ，AC 开 ，AC 你看，等一下，这我要怎么上去啊？给你看、啊，在这里，哎呦，哦，你不开吗？啊，你不开，我开，我要向边缘区域送完。的聊天室在说可乐果好像出什么香肠口味哦，香肠，啊，太神秘了，哦，那我以后想试试看啊。他们说就是吃完之后手上的香肠味会洗不掉，洗不掉，那就要拿筷子什么来夹了，味道那么重啊，我要拿筷子戳手，你吓到我了。没有啦，筷子知道这手变香肠手了耶。Yeah! 我们是不是太混了、啊？你说是有人快上完了、啊嗯？他点很散。对啊，大概都已经各送一个而已啊。靠！要我开错地方？谁很混啊？我最混好不好？我还被炸死。这么想死啊？我这在水库旁边的也太偏僻了吧？可乐果那个新品很雷。那个啊，好像鱼竿阿金有拍那个试吃的影片。然后工商影片一定都要收好字之类的啊，有说难吃吗？他们不是工商影片啊，所以哦，认真太远了吧？这个工商影片啊，
送到了，到了，等一下这个点，这边，这点也太偏僻了吧？好，加油，我要下山了。这是一个在水库上面呢、欸。来，拍片可以，长线不建议。真假的？有这么、啊、这么高哦？这么高哦？要修哦哦哦哦哦！没事啦。哦，你不知道，我怕高哦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才要你。你们老大现在在自杀哦，小心哦。水库上面的要小心哦，一不小心就会冲到水爆了哦。你们老大刚在自杀，在抽烟。哎呦，这里应该比较快一点。我下山喽。为什么点都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吧。点又被弄掉了，能、分不清呢。刚只是想去看看你们。哦，我下山喽。在这里。哦，这台有年弹，感应是地雷啊。有啊，这台有。我以为。所以我刚才才被感应是地雷。是哈基丢什么年弹之类的？没有，是不小心 X 跟 E 同时按下去。就我的货上面有个地雷这样子。然后下一个要去送那个点的时候就砰。哇、哦，谁知道你要撵我，撵我的货哦！我怪我的哦，我的货在那边好好的，你还要去撵他啊？啊，我也要送货、啊，奇怪嘞！你可以旁边点啊。哦，我就是喜欢放在那个信号弹上面的、啊。哦。点在哪？你要射我车子？嗨，嗨。那最后个，你们最后个点应该在水库上面。干嘛？干嘛？你是不是在河边的那一位啊？你是悬崖边的那一位啊？对。哇，再投上去。你们过得去吗？你说水库上吗？水库可以，水库可以。我刚刚那边看到有路，过来过来，上来上来。他绕旁边，绕旁边，慢慢上去。不是不是，他摔下来过。哦。哦，你都从悬崖边掉下去，会有一种那个坐大怒神的感觉呢，身临其境啊！哎呀、啊，哇！来，你走过，再过来一点点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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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可以下来。哦，啊啊！你不要一路冲，你带路，你停哦，右边右转，右转，啊，这边嘛，这边这个这样子，对。这个护栏进不去，让我进护栏里面。啊，对面吗？啊，对面。在想啦，你那个开雾音的不要，我有200多，我自己来，我炸，你不要炸。至少是回在我手上这样吗？不是啦，他在很远的地方炸不到哦，是我来，我自己来。啊，都剩最后的隐藏点了、哦。开这种路也是太难开了吧？那个点都不好走、哎。我又按到那个楼一楼，赶快跑、哦！你也不要闹 F 下车哦，会爆哦。最后一个投放点，那台是野人。放在哪里？放在哪里？我的那个货不要踩啊哈！哎、欸，我怎么杀了人呢？你杀了？你怎么把放哪里嘞？好、哦，前面有个罗罗的时候，好、哦，我就说不要踩我的货，我没有踩到，我看到他怎么亮，我看到他怎么亮啊，然后就踩到了，我过去，他就滴滴砰。你们是在演哪出啊？我没踩到哦，我有看到那一刻，我还闪过了，然后感觉好像时间到了就爆掉了，就知道那天玩那个你坏坏有多扯了吧？那么远的事都炸到人，我送完了，我要走了。火车等我，火车，耶、yeah, ，我上火车了。
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你上火车了？对啊，我在火车上啊。哇塞！我东西放好了，我走了。啊，不然夜总会等抢完我再利用好了，不然快九点了。嗯。嗯，不要按到那个哈哈器，不要再按错了。这里不用按，这里不用按，碰到就好。我看到地板亮亮的东西，有人按到了吗？钱五十块，我闪过了，我闪过了，没事。怎么猴子叫你们才猴子叫了？猴子叫，不会，哈器只会马叫而已啊。嗯。哪有？叫男生来，叫男生来听听。那是星星, 是星吧？哦，没摔好，不好意思。在好远的地方啊！我家，哦，我家，哎，要去哪里？我按照他的指示走，我是不是走错了？你剩三分钟哦。就像昨天，明明我就按照指示走，把我带到桥上，你们是跟我讲桥下。嗯哼哼，这不是这里哦，赶快过来！你剩2分40秒。走回刚刚过桥，你过你不要过桥，你回去刚刚那个。我在走轨道，有了。好了，大家停了，大家停的不错呢。他都停在外面吗？去坐 AC 的车，你去对。这不能开了，这不能开了。啊！你怎么又死掉了？怎么死了？我被 AC 撸死了。你怎么又死掉了？我怎么跑一个这个送货死三次啊？哇！等一下，先死一次，等一下抢劫就不会死了。对啊。死起来放吗？对啊。快 AC 的车子会瞬移来瞬移去，好可怕、哦！哎呦！啊！火车，你怎么你？没事。哟，7万块，7万，好啦，可以抢了。抢喽！我要叫车了。看一下的夜总会。做作业做得很累，作业做完了再看台啊。你可以边做作业边放台的声音这样子。欸，当 BGM。 对，干嘛模拟我你之前的衣服啊？怎么啦？DSD 把我之前就是 我平常在穿的衣服把它复制过来，然后穿在他身上。有一个敌方玩家战局中爬楼梯撞到了外面。哦，鱼儿你怎么又有钱啦、啊、我不知道谁设的啊。NPC 吧，还是我抢了一个路人那个 NPC 的车啊！天哪！啊，应该是 NPC 的啊！我觉得这车还好啊，它有价值到3000块吗？那是我爸爸留下来的。然后说哈，只值3000块啊、哦！那反正解散一下，解散一下。为什么我要解散？我要回设施啊！啊，对啊，要他要他。进他的设施里面才能接那个啊，啊他自己不能解散吗？啊，我会被通缉啊！啊，不会有人打你啊，我们等下马上过去啦。哦，等一下一解散开打，然后你就看到一个轨道炮，然后就落下来了，已经就瞄好了有没有？哎、欸、
AC 和 DSD 是谁啊、嗯？那个啦，完美进口影月的干爹。嗯，之前的观众，嗯，要熟的干爹就是比较不会乱乱来。对，我是对已经有进来玩过，就是帮忙过玩过这样子，觉得可以的。嗯，哎、欸，为什么的南美进口货不能用了？我没有可贩卖。你的员工又被绑架了吗？南美进口，月总会有差别吗？就买哪一点吗？嗯，还好。方便就好，就方不方便这样而已了。对，为什么啊？要看月月的影片准备会考，好当 BGM 听吧。对啊，我的南美进口，他怎么没有做事？